明朝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易伯成，我是子红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明星 Yes or No， 开始。觉得对方比自己会演戏吗？No， no， 没有。如果他这个问题是 B boss 的话，我一定是 Yes。OK， OK， 对。那觉得对方目前幕后有落差吗？怎么样？你就老实回答，有什么不能讲的？还好啊，哦，还好，但是我上来，我始终我有表演如一啦。我呢？我觉得你幕后就是酷一点哦，那可以，帅一点，然后目前就比较可爱、阳光这样。那可以，对，就比较嗨，状态比较来的。而且私底下比较沉默，比较酷的。曾经看对方不顺眼吗？我是没有啦，我是没有啦，我是没有啦，我是没有。那为什么刚刚笑那么久？你为什么笑？我不知道，是吧？感觉来了吗？突然想笑。觉得对方比自己有桃花运吗 ？Oh yes、欸。少来了啦！哎、欸，你好不诚恳，你好不诚恳，有啦，你真的不诚恳。好啊，弄嘛。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就 nice， 打几分？我觉得还可以再给你进步空间，我给他打85分。真假的？因为我刚刚想的也是8.5分，就是10分啦，10分就也是85分，差不多，就还可以，还有可以再更进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100分太夸张了啦，夸张，我这个太骗。对，知道对方喜欢的女生类型吗？可以说一下。哦，其实这个洞挖的不浅，嗯，这个洞挖的不浅，厉害！早上我们就说 no。艺人会比较喜欢那种可爱的啦，然后眼睛大一点，可能比较天真这样子。欸、其实我也是觉得你喜欢眼睛迷人的，而且要有特色，所以他比较喜欢，可能某一方面能力有吸引到他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是比较看内在，你就比较看外表。没有，我是看性格。哦，对，性格合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也主要是看个性上会合的。我长得超可爱，可是他对我态度就是一人拽样的话，我就可能会贴着他吧。OK OK OK， 真神奇 ，OK， 这挺厉害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就是晚上穿着长裙在敲我的房门，找我睡觉。等一下，到底是谁说要一起买那个的？搞得我这边超尴尬的。然后你现在捅我一刀，所以受不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有开玩笑，很可爱那个画面，真的很。他穿着一个长裙中的睡衣，然后帽子也戴起来。然后就在敲我的房门，这样子，是很糗，很呛，而且他嘴巴就是非常的毒。他后来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看周冠军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超有态度，超酷的。没想到你私底下是这样子，我就OK， 超受伤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让他受伤下去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那在恋爱中，自己算是马子狗吗？自己，我是不是的、啊？对，我觉得一定要有想法。嗯，对，男人不能没有想法。没错。那只要喜欢的人都追得到吗？这也太狂了吧！你喜欢谁就可以追到谁。对啊，这很没有没有没有。对，这没有，这没有。就像我喜欢他那么久，没有啦。哎喂，这没有啊，这真的没有，真的，这太厉害了。那遇到喜欢女生，第一句话会先说什么？对对，我之前有想过别的。你有想过怎么样的？就是例如说，你有吃过紫色的西瓜吗？那女生说啊，什么是紫色的西瓜这样子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对。没有，其实我们是没有这样做的。我不爱把妹的啦，真的。你好像是给朋友出点子。对，我给朋友出点子，然后重点是，结果他后来变成个妹王这样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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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骗你。所以他一群被紫色西瓜迷住的一群
它就是各种水果，紫色西瓜啊，蓝色草莓啊，白色酸呀、啊，真的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。OK， 那朋友蛮猛。对，他有就是，他根本是西瓜，他根本是水果王子、啊，水果哥哥啊，厉害。那 Ian 呢？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通常是嗨，然后加一个惊叹号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感觉。哦，是讲话吗？还是打字？打字跟讲话都比较习惯的。嗨，你好。哦，就是如果本人讲话了，嗨，惊叹号。哈蛮有梗，惊叹号，对，蛮厉害，蛮猛的。你们现在有女友吗？这一点当然是这个问题哦。好，不如这样，我帮他回答没有。那我也帮他回答十个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没有。好，那假设你的女友生气的话，会先低头和好吗？我是会的，其实有点许久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说。我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啦，因为一般来说男人会觉得说要有面子什么，但我觉得说如果一个真正爱对方的男人的话，他是愿意低头的。哇、wow, 我觉得当然不是在所有人面前大庭广众那样，但是你前面说要很有态度，所以你可以很有态度的低头，很有态度的低头，对啊，你可以把他扑倒，然后跟他说对不起，这也太帅了吧，然后说不要，我不要原谅你，你说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一个巴掌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觉得是有方法，不一定说要，不一定说要低头或者是道歉，都要那种委曲求全。我觉得不用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不同的方法，有不同的效果。那你们可以不把对方当女友，然后示范一下怎么打交道。原来他的最后一步在这边，他套路很深呢、欸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想到一个，有一次答应他说，要带他去坐摩天轮，那结果，哇，好浪漫哦。结果我跟他讲说，没有，我们后来去的时候摩天轮关了，刚好关了，然后他就跟我大生气这样。啊？对。然后你现在就演那种因为摩天轮关掉而大生气的女朋友。我这好难演哦，这样这个点很烂哎。而且他有哭哦。不是，你要我演哭是可以啦，我可以演，真的很强。不要，我就让你那个剧，我不需要你哭，我要你那个。那他都叫你什么？就叫我伯伯。没有，就叫我一波成就好。一波成，为什么摩天轮关了？你是不是之前没有查清楚时间？没有嘛，对不起嘛，不然我带你去阳明山，好不好？带你去阳明山，好啦。不要，我就要坐摩天轮，我期待了半年呢、欸。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什么，我第一次就想献给你，就摩天轮关了，关了。好啦，我们去。啊！摩天轮！摩天轮！我家就住阳明山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哥还有点失控，有点失控。那换一个情景给他。等一下，他当时有这样的，他前面有，真的有这样。还是我第，我就是他说没有，我什么去什么鬼阳明山这样。对，谁要去阳明山这样？我之前是忘记什么点生气了，总之他就是生气，吃饭生气，约会生气。我觉得反正女生有各种点可以生气啊。对，对，对，永远搞不清楚他的。我是这样的，我当时是这样。OK， 我这个人比较怪。我这人是真的比较怪、欸，所以小时候好，你现在生气啊？你说好maybe 我可能走在路上看了一个辣妹一眼，这样，这样生气，这很正常，女生都会生气吧？就是讲一下而已吧。会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妈也是这样，认真生气吗？她说你刚刚是不是看到？我看到了，你刚刚是不是看她一眼？是不是？好啊，没关系啊，现在老娘就是当你老婆之后变黄脸婆了，然后就开始看外面辣妹了，是吧？我跟你女生会这样，真的，好可怕哦。真的啦？不是吧？他应该只是说，你刚看谁啊？然后没有，应该就是这样子结束了。因为女朋友太蠢了吧？那没有，他就接受了这样。没有，一边还在那边看这样。没有，没有这样子，我就演嘛。啊，重点不是这个啦。完了，你刚刚怎么样？你刚看其他人是不是？啊？对啊。
你还说对，老娘跟你这么久，结果我们至少是在一起两个礼拜了吧？李马，你现在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会不会太久了？我们差不多了。好，等下你不要讲两个礼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出席，对不起。OK， 演戏，好看。我们都在一起两年，然后你现在我现在跟你跟酒变黄脸婆了，然后你现在在看其他女生，是不是？我在看她。你说你在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因为我觉得你长得比较漂亮，所以我嫌弃她。我不能妥协，我不能妥协。OK，妥不妥协？我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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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妥了，妥的，我妥了，妥了。对啊，我是比较属于比较那个，就是强，什么强吗？对，我是属于比较反差，就是比较大的，就是直接在，就是你会直接在大街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不按牌理出牌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是会是最有效的。OK， 比较霸气就对了，霸气总裁路线。对了，我帅，对，搞得我出汗。我也出汗，我也出汗。谢谢，不会。